海拉面要来啦，六月正式登陆台湾。说到在台湾知名度最高的日本拉面，一定非伊兰拉面莫属啦。不少台湾观光客到日本玩，一定都会去朝圣。哭哭，那没哭哭出国的朋友，只能看着影片流口水吗？不，叫过来叫过来，伊兰拉面即将登陆台湾啦。周四，伊兰台湾官方脸书正式po文，台湾的米娜桑久等了，伊兰台湾将于六月盛大开幕。文中还提到，有信心会带来与日本味道完全相同的天然豚骨汤拉面，以及整个伊兰拉面文化到台湾，让客人仿如置身于日本伊兰店之中哦。哇，也就是说，台湾伊兰可能跟日本伊兰一样，也有个人座位，真是边缘人如小记者的天堂啊！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